我昨天跟了我老婆聊天，聊到那个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有一个那个，我小时候也是那个玩 DNF， 那个玩过 DNF 嘛，然后 DNF 那个衣服，兄弟们，那个 DNF， 等一下衣服，玩的是一个那个1米9的那个2米挺高的那个男的，打枪的那个，然后我小时候还充了好多钱买了那个。买这个，我好像真的是，我都忘记了是14岁啊，15岁啊，我那时候充钱买了这个，我那时候很想买这个，有钱啊，古宝，是这样的，春节，给我零花钱嘛，然后那时候我妈跟我说。给他，我现在那个，因为我年纪小了，没地方花钱什么的。我说可以，那我就给你吧。我小时候都是这样的，你什么7岁啊、8岁、9岁都是这样。然后长大了就知道，13、14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就知道了，啊，这个可能是骗我的啊。然后我当时就觉得，我很想那时候因为都玩游戏嘛，我想买这个，然后。我那时候跟我妈说，拿望远镜什么？那时候我跟我妈妈说，哎，妈妈，我今年开始，我的钱我自己管，我的什么零花钱什么的我自己管啊、哦。所以后面我偷偷充了钱，但我妈应该是知道。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都知道我们钱花在哪里，就是小时候嘛，就那种年纪小的时候，什么十岁啊、13岁、14岁、15岁，他们都知道，只是。假装不知道了呀，什么他们肯定是知道，就当做就装不知道。你知道都是这个小孩吗？这个我当时好像是多少钱？当时多少钱来着？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好像是。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是。好像600多，好像是600多。有一个人说：“古宝妈妈不知道，妈妈被你骗了好久。”然后这个人的 ID 是唐桥的狗，玩不玩？玩不玩？好像500-600多。然后小游跟我说：“这个只能……他们说那个小游说那个。”当时只能抽奖，他说不是想买不是就能买的那种，跟那个龙虾皮肤一样要抽奖，所以我说我小时候不是这样子，我是就直接买找人买那种。